选车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，因为毕竟价格不便宜，一旦买了就要开好几年，所以消费者就要在选车的时候总要一挑再挑，力求挑出一辆最为满意的。那有的人想要挑一款颜值高的，也有的人想要挑一款发动机性能好的，消费者只是针对自身的不同需求有侧重点的进行选购。那说到发动机性能好的汽车，当然要说一说铃木汽车了。铃木汽车作为一个日系车品牌，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表现很是一般，但是即使销量不好，铃木的发动机技术还是比较公认的。铃木原本是生产摩托车发动机，其实摩托车的发动机制造比汽车的发动机还要难一些，后来铃木改行到汽车制造上，也把造摩托车的发动机技术带到了汽车上。铃木汽车发动机的特点就是轻量化、低能耗、动力大以及环保。铃木新款的 1.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就非常优秀，1373的排量，140PS 的最大功率，以及220牛米的峰值扭矩，与大众自主研发的 1.4T EA 211发动机相比，也是毫不逊色。此外，铃木的 M 系列以及 K 系列也同样非常出色，被运用到多款车型。铃木发动机的技术如此过硬，但是为何还是没有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呢？其实铃木在日本本土或者其他国家都比较受欢迎的，毕竟省油经济且质量可靠。造出这个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消费者比较追求体面，而铃木汽车车型都偏小，看起来都不够大气，且空间也不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。然后再加上铃木汽车的外观很是缺乏新意，所以才使得它逐渐不受待见。不过即使铃木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，但是它的发动机真的很不错。